3, 2, 1, go! Hello, everybody!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嗨。所以今天有很多。我这样震的更夸张，更不好看。怎么还有人跟我打中文是吗？哦，可以。今天讲啥语言？还是讲中文啊？然后呢，我们有很多，三年不见了，要跟大家，要不录得进去，要不来聊。Hello， 如果大家啊，如果大家就是在评论区写英文也是 OK 的。然后呢，如果有看不懂的，今天啊，我也请了我自己的好朋友暖酱啊，然后呢是一位小姐姐，然后她如果大家的英文我看不懂的话，我让她帮我翻译一下，这样我可以跟大家说。评论区有来自越南的朋友，有来自越南的朋友们啊，越南的朋友们大家好。泰国的朋友们好，还有哪的？哦，萨瓦迪卡。然后呢，距离上一次给大家直播应该是三年左右了啊。然后呢，今天好不容易来到澳门啊，我讲的慢一点。还有法国和马来西亚的。好，法国的朋友们好，马来西亚的朋友们好。哎，我讲到哪了？然后呢，今天来到澳门，就想着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直播，跟大家见面，好不好？然后一会儿呢，就可以给大家唱唱歌。如果，但是、哦、他们真的听得，他们听得我，要不要我们来几句英文让他们听懂？一会儿我唱歌。一会儿我唱歌怎么说？嗯，这妹妹，她要问的问题是，她唱歌的英文怎么说 ？I will sing later. Now. Action. 然后评论区有问你有没有什么去泰国的计划吗？评论区有问我说有什么去泰国的计划。现在其实一直都有想着说有机会的话可以想去泰国见大家，然后呢也知道有很多来自国外的朋友一直都没有机会在线下见到，但没有关系，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会相见的，好不好？可以说华语的，你看很多人还是听得懂的。如果大家有听不懂的啊，听不懂的话在评论区告诉大家，有人会就是我们的其他对小姐姐可以给我们翻译一下。哦，还有来自日本的，日本也有呗，日本他有呗，日文的，哇哦，我们就想，我妈哇，还有什么？然后评论区有人希望你能够一直快乐。保持健康。Thank you， 我会一直开心快乐。然后还有人说，从创开始，他就是你的，你就是他的 one pick。哦，从创开始就是你的 one pick， 谢谢大家的喜欢。然后呢，今天为什么还在这里面，居然会有问什么时候闪亮五？哦，谢谢你们也。闪亮五吗？啊？海外看得到闪亮。现在没有闪亮屋啊，没有，海外看得到闪亮屋。就是海外的朋友，大家是可以看到《闪亮的日子》这个节目，是对吗？哎，我怎么跟你们讲了，我就感觉我自己中文都不会说了。就是你们有看可以看闪亮吗？在海外？哦，腾讯视频好像有外网，海外版，然后都可以看。那个什么 TV 是吧？对，我想起来了，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叫 VTV， 对，如果还没有看过闪亮的朋友们就可以去 VTV 上面看闪亮的日子啊。然后
唱歌。小鱼没有 sing later。好。Whisper for a minute。哦，好的，那我现在就先给大家唱首歌吧。啊，给大家唱首《闪亮星光》，好不好？可以啊。哎，但是我的评论看的是中文呢。为什么？是我设置了，应该是。全部。但有不，有一些还是，有一些还是英文。我很希望在泰国见到你，看我都听看懂了。渴望的夕阳，那一抹温暖的光，曾映在你和我的脸上，融化冰雪锋芒，拨开了迷雾飞扬。我们都在追逐着，有时难免会遇到挫折，会心伤。年少的期盼，有梦就去闯。一点听懂，慢说一点。好的。我今天吃太饱，肚子很饱，因为食物 food 很贵，所以我吃很多，不能浪费。过失落难耐，也曾想过放弃重来，我付出所有等待，未来期待。那少年的你散发着希望的光。哦，想跟我聊天对吗？最好吃的是什么？今天吃了一碗米线，牛肉米线。很好吃，但它100块，所以我把汤都喝完了。对，也曾经是有人帮你翻说话翻译成英文。哇哦，真的吗？为什么看不到？谢谢再把我的话翻译成英文的朋友啊，让他们可以看得懂啊，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啊。冰雪锋芒，拨开了迷雾飞扬，每一份梦想都值得，每一颗种子都结果。我吃太饱，迎接明天太阳。也曾有过失落难耐，也曾想过放弃重来，我付出所有等待，未来期待。那少年的你散发着希望的光，你永远都是最闪亮的那颗星光。哇哦，谢谢，谢谢大家帮我翻译。一定要来马来西亚。好的，如果有机会的话，这个。你觉得在澳门什么东西最好吃？在澳门啊，等我吃完这几天，我想想啊，怎么最好吃？我今天就吃了两样东西，一个叫干炒牛河，一个叫牛肉米粉。我感觉牛肉米粉好吃一点。目前只吃的。后天呢会多吃一点啊。
袁布林。六，布林。可以连线吗？可以吗？布林。我跟你好久没跟袁布林连线。他有在吗？他们说是来了。哦，他来了，他可能没有。袁布。弟弟，你现在可以连线吗？因为你第一次。但是弟弟他不太会中文，我也不太会英文，我们俩用巴黎交流。然后评论区有泰国的粉丝说，可不可以听一下泰语的歌？哦，这个有难度喽。M E L T， 我记得应该是。我 I try， 我试试。Type song， 但是我不一定会唱了。我可以放歌给你们，泰国的歌给你们听，好不好？一起听啊。Listen together. 越南歌吗？啊啊！越南歌，算了，那我直接唱英文歌吧。我想我会唱什么英文歌？啊，我唱这首好不好？I want your bed, I want your bed, 可以吗？ They, they don't understand, you're all I have, you're all I have.And now when the stars shine on my room, I sit by myself, talking to the moon, trying to get to you.我吃太饱。Must take a under town. I go mad, yeah I go mad. No, cause when the sun goes down, someone talking bad, yeah they're talking bad.And I wear the stars on my room. I sit by myself, talking to the moon.
trying to get to you. It holds you on the other side, talking to me too. How am I fooled? Who sings along, talking to the moon? Do you ever hear me calling? Now I'm talking to the moon. I'm trying to get to you. It holds you on the other side, talking to me too. Or am I fooled? I sit alone, talking to the moon. Oh, I know you're somewhere out there, somewhere far away.今天要直播多长时间？看，看吧，看情况，我也不知道。嗨的话就直播久一点。我们今天可以直播久一点了，没有关系。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也可以告诉小鱼。可能我不太会唱，但是我可以放出来跟大家一起听。我看一下。然后看我的粉丝一直在夸我，对，就是觉得唱得好，然后就是觉得很高兴你有唱泰语歌，然后觉得你的声音给了他力量，对，所以你唱歌非常好。谢谢，谢谢你们。今天唱歌不好，但是会加油努力唱，好吗？你们有什么想要问我的问题，也可以跟我说。我尽量讲话慢一点。都是点我的歌吗？我放我巡演的歌单嘛。泰文歌《幸运之人》，还有说想听 Seven， 就是那个天柱国的 Seven。 OK， 好 ，Seven 我知道。Hey。好好听，这首歌很好听。有你在 Songs。
Monday, Tue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想听我自己的歌，我们放了这首歌好吗？我们一首一首来，我看一下我的歌单啊。有说什么吗？你可以说一句泰语的谢谢，卡崩卡，卡崩卡，这是谢谢，谢谢大家。这里有很多泰国的粉丝 ，OK， 卡崩卡，卡崩卡，卡崩卡，这是长沙站的巡演歌单啊。这首歌是全场轰动，也是我们啊这一次巡演的主题曲。来作为见证，今晚的观众，我把爱化作最温柔的晚风，独家推送我的情有独钟，你一出现就全场轰动。都说想要我去泰国，嗯。